my god！ 在这吗？确定吗？完了！终于见到了这么多人，终于见到了这个城市，然后我们还是在一个人口很密集、很繁华的地方，然后觉得好激动，好激动。然后又好紧张，我特别害怕人一多了之后我怯场，我会忘了动作啊什么的。表演的时候听到他们喊的名字，就是有种魔力，突然感觉整个人一下自信起来，然后跳舞都变得有底气了。表演的是一秒钟吗？不行，太快了，我想再跳一遍。我觉得好爽啊！真的，刚从来没见这么多人，感觉跟教室就是不一样。离我那么近的地方。好，学员们，我们走了。加油！加油！走。这么不经意就爱上你，只想要和你慢慢感受。